哎、欸，老孔雀，好的，洗澡去，好的，拜子飞机，先升级一个。你看 DC 超好笑，树干，你是什么装置啊？我 iPad Air 可以用，你是哪一台？你跟我说一下。好的，下去，今天赚到800港币，你是做什么？你是在玩？来，先加速一下。哪个宝物可以新增？增加5%的那个？那个？肉？紫色那个？哦，90。喂喂喂喂喂喂哦，你用模？哦，你用模拟器？模拟器？我用？我是用夜神啊？不是，我是用雷电啊？还是你要用雷电？我用雷电，第一开始是用雷电嘛，先玩嘛，然后有点上头，再自己下载下来玩。然后最近刻了一张月卡，哎、欸，这个先放着，这有几率可以让我把喷10块钱，很香，开喽，加速喽。嗯，来加。所以你五说你的明朝呢，我就上去花个体力啊，晃个一下。哎呀，游戏太多了，游戏太多了，尤其是近期，能开的时间不多，真的是能开的时间不多。来升级一下，10，哇，你已经有那么多只哦，太香了吧。八英雄，干宁老师，有够夸！现在还有30几秒，应该够吧？等一下，先招哦，有鸟了，有鸟了，有鸟了，鸟起来，鸟起来！有，过60了！等一下、哦，升级一下，好 ，OK。有没有传说？我现在其实没有神话。干，我对于神话的那个招骰真的是蛮奇怪。我刚刚讲招骰，龙，干，好想要兰斯洛特，可是兰斯洛特真的好不好出来？我青蛙王子，但是我的龙还在摇，给他继续摇，摇久了，自然什么都来了。蛮想要一只鸟的啦，有没有机会给我一个鸟也可以？有鸟，来啦，就你啦，龙，来，我看看我们的龙什么时候会出。哎，我们的松汉，好久没路过，来路过一下，哇、哦，你这个路过，人生都路过了，感谢你的47个月，多了一只鸟。谢谢你这47个月来都会出没一下。我们要鸟还是要狼呢？鸟狼鸟，好了，再一颗龙蛋呐、啊！啊，我龙蛋呢？啊、我鸟嘞？哎，我的龙还没出来。神话哪只比较强？还不熟。我们这个游戏现在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开荒，现在就是开荒，真的开荒。出一只了没有啊？都没有，我有出一个大富翁了，先给我大富翁一下，行不行？我已经准备了27个钻石嘞！我的天啊，干你，我是我哪里有问题吗？我都觉得，干我一定是哪里理解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干我手你已经哦，你的龙都出来嘞，你的龙比我晚召唤，都比我早出哎，干太扯了。我真的要先知道说我要出谁，然后要记得是谁。听说钢铁猫很强，飞身就知道有多爽。欸，真的，你没有讲完全不知道有飞身这件事情。70通过了，该不要毕业了吧？该不会要结束了吧？我赌博只赌60%的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我那25%，我就想说我跟他拼一下。啊，林老师，这里没东西，有点惨。哎，有一只青蛙王子，哎，拜托拜托，王子，飞一下飞一下，让我看一下你到底他妈长什么样子。有多一只，好，他王子好像变王子了，青蛙有王子吗？
目前看波十三十回合应该是过通关。来，明哥，早安，明哥，可合成。等一下，传说界哦，哦，你第二颗龙蛋出来了。哇，没有爆，爆！然后我接下来要谁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谁。好想要兰斯洛特，我现在兰斯洛特还没有召唤出来过哎。这个95，再给我一只弓箭手就好了，再给我一只一般的弓箭手就好了。真的是每一只都要背起来，不然的话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谁。好吧，给我一只，这会出弓箭手吗？如果他出失败，然后又往下出，应该也可以。先狩猎一下，哎，我的龙出来了，我的龙出来了。你的龙10000+20000，我的龙10000+17000，我强化一下，强化上去之后10000+，哦，我这强化挺多的呢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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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了一个，25都不出十抽，哎、欸，25不出十的两抽种，干，我有点 get 不到这句话的意思，我们这个有进化吗？这一只青蛙王子解除哦，福仔要点呐、啊。你要点你的青蛙，它才会解除诅咒啊！ Oh. 来哦，25%，啊有了，变王子了，哇，变王子了，哇，原来你会进化，大王小骰兵，原来你把瑞登戴斯塞在这里，酷哎、欸，酷哎、欸，对敌人造成伤害时，生命值低于3%时即可死刑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，那我这只配上兰斯洛特。不就超强攻击时攻击范围内5支敌人使出打雷，直接打范围，召唤使敌人触电的闪电宝珠，闪电使持续20秒，每 0.2 秒造成攻击力的 500%， 0.2 秒 500%， 有没有机会，有没有机会，拜托拜托，冲上去冲上去，我们这边还可以再有一只青蛙王子，来再一个25%的机会， say no， 冲啊啊，没有了完全没有进化啊！有有有，我这里又可以出一只，我刚刚出了一个这个，我想要出你，再给我一只猎人就好了，再给我一只猎人，再给我一只猎人，这一只是什么？要有剑的啊，剑的不能用啊！我现在23只，那就不管喽。先把弓箭手卖掉。哎、欸，塞塞 ，OK， 好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要谁？我要猎人，我要猎人，猎人紫色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升级一下。就在这一局，就在这一局。就在这一局，就在这一局，让我出个兰斯洛特，我就可以跟他配合了。再给我出个猎人，再给我出个猎人，出一个拜托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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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兰斯洛特，这只干嘛？这一只我记得是打那个，哇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太快。这一只是打。给予敌人生命值上限啊！我先往这里走，这一只往这里，这一只往后面一点点啊！这一只放这里啊！这一只已经来不及成长了，随便你。好，蓝斯也可以升级，点他一下进化哦，强化技能。哦，这是治安官啊！干，我要谁啊？治安官，治安官，还有这个地方哦。如果他升级的话，可以干嘛？强化技能。0.2 目前增加量，使用生命值上限，可用幸运石强化。目前增加量 0.6 是打 0.6% 吗？这边对手又召唤出一个青蛙王子，我们这边先进化一下。我这边还可以再出一个青蛙王子，然后我还可以再出一个那、這个105啊，53回合，老样子。哇，原来青蛙可以进化，原来青蛙，感觉游戏真的太智障了。原来它还有这么多小智障的地方在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加一下，我先那个写一下东西。